很高兴能够在风光明媚的皮尼斯海滩跟大家见面。来到尼维斯岛之前，我就听说这里深受游客的喜爱，今天实地拜访，果然名不虚传。和圣克里斯多福及尼维斯一样，台湾也有丰富的观光资源。那么最近几年外国旅客持续的增加，所以我们很荣幸可以来交流观光发展的经验，并且一起来执行海岸景观公园的这项合作计划。我非常同意观光的发展不只是要追求短期的获利，更要确保长期永续的发展。那么这项合作计划兼顾了环境友善、在地参与跟永续设计的理念，整合各界资源一起投入，可以说完全符合联合国的永续发展的目标。另外，准备要开始新建的公园也有一项特别的巧思，就是把台湾圣克里斯多福及尼维斯两国小朋友彩绘的国家图像制作成马赛克壁砖。未来这个崭新的公园将成为我们深厚友谊的见证。这次的来访除了是中华民国台湾的总统第一次来到尼维斯岛，我们也特别邀请台湾的观光旅游业者组团前来考察。展望未来，我希望我们的合作越来越密切，观光上的往来也越来越多。最后，我要再一次谢谢布兰特利行政首长阁下的接待，预祝海岸景观公园的工程顺利，那么尼维斯岛的美丽风光也能被更多的台湾还有世界各地的旅客所认识。谢谢。